最近没犯事儿吧？没有。10岁的时候，我去那种纹身店，脏乎乎的。我让人用水彩笔给我画了条龙，求了半天才给画了。一回家，我爸一脚就把我踹出门。画完了吗？就这样。我要是你爸，我也踹你。你是不是求我来了？你直接去找你爸呗，还非得参加什么选秀吗？还不理你？就一趟车，明天上午就走。这不是他生日吗？这么大老远的我也回不去。我就想参加这个比赛吧，他还能在电视上看见吗？你就确定你爸跟那些老头还正好看电视，还正好看那个台？就我能看见你，那节目在黄金档肯定能看见呀。我这活还多着呢，我不去。你要是能拿名次，那学校肯定能要你。是吗？别糊弄我了，我又不是没去过。咱们那会儿刚出狱，谁要你？怎么说话呢？我这么不爱听这俩字呢？不去。踹我。对。我要是赢了，你就跟我去；你要是赢了，我就跟你去参加比赛。行。我那么稀罕你爸呢？我要跟你去，我就是你儿子，不去。俩人。干嘛呢？不行，我肚子疼。昨天晚上可能吃坏了，上不上啊？你看这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挺多的，不行一会儿咱们拦车吧。啊！哎，不是，谁要陪你拦车，谁就是你父母。这哪有车呀？拦啥车呀？拦车？你不信啊？不信你数到三，肯定有车。三？哪有？你这样，你闭上眼睛，跟着我数。闭上啊！一、二。去哪儿啊？哎，没事。这没事儿。烧我们一段吧。怀清。二
上午去山海关，下午才去环形的，只能捎你这一段。哎，你这给你爸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我不能打。为啥呀？手机太危险。手机有啥危险的呀？啊，手机容易爆炸，我一看见它我手就抖。那哪有那么邪乎？你看你穿的跟灰太狼似的，还他妈挺惜命还。哎，我跟他说了，到时候他看电视。挺漂亮，哎，他要是知道你换工作，那就更好。哎，是这样，你呀，来，你给我录一段，到时候跳给他看。来。就是这么跳，还行啊。不了啊，嘿，金吗？没了。给我个帽也行啊。我头冷。哎，你这上帽子挂了，这个你拿了。我才不上呢。你这体积太小了，谁能看见你？不是，哎，嘿嘿，这也没车呀。我说咱俩要不跑吧。跑？多远呢？这不找死的吗？纸吗？没用的琴谱也行啊。哎呀，哎，哎。
你又犯事了啊！你以前为好几个身份证？我不行了，这不是踩神儿啊，是吗？咱们待会儿可以拿他拦车。呀，这儿有你通缉令了。你进去看看呢。啊，你要报警吗？啊，我是被通缉。你被通缉了？你让我跟你上什么电视啊？拉上你，我才能安全。你大爷！我好不容易找个工作，好不容易有个对象，我
来不及了，回去吧。踹我你！哎，你劲儿什么？打！哎哎哎，等会儿！活该，咋不死呢你？行了，风小了，走吧。我这都图啥呢？我就图让那老东西知道我还活着。大喇叭！是不是得把外套脱了呀？待会儿我要是被人认出来，你就说这一路都是被我挟持的。我有点紧张啊。评委好，我叫魏魏，我们是组合，我们唱一个我们的原创歌曲。可以开始了。好。老师，我们再来一遍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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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
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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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